我该怎么跟你们形容男生朋友圈的重要性呢？你说他是立人设也好，钓鱼也好，但是你没有办法忽视他的作用。在现代这样全球大疫情时代，我们依赖互联网的程度只会越来越高。单单从交友层面，我们会越来越趋向于线上交友。这个线上交友不一定是交女朋友，格局打开一点，我们也可以是认识志同道合的一起做事业的人，也可以认识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好朋友。那么朋友圈就是我们的一张名片。当我们互相添加对方为好友以后呢，首先就会点开对方的朋友圈，看看对方的生活轨迹、音乐品味，去哪里旅游啦，跟谁一起玩啦，吃了什么东西啦，平时健不健身啊，跑不跑步啊，大致形象如何呀？像这样，对方就能够通过朋友圈对你产生一个大概的人物画像。前提是你的朋友圈一定要真实，是你自己的真实生活。你不要发一些看似高大上，但是是花钱摆拍的图片，因为我们都知道假的东西是一定会被拆穿的。你愿意去发你自己的真实生活，也是一种接纳现在的自己的状态的表现，是一种自信。这种真实的接地气的状态，对方哪怕隔着手机屏幕也是可以感受到的。打个比方，一个人他同时加了两个人，一个人的朋友圈呢生活丰富多彩，一个人的朋友圈呢三天可见什么都没有。你通过直觉来判断，他会更有欲望跟谁聊天呢？格局打开，不要固步自封，不要排斥新的事物和想法，让你的内心永远处于开放的接纳的状态，接受一些对你有帮助的支持。毕竟我也不会害你，是不是爱我的宝？